三女还行，令人恐惧的阴影，来个围阴打个铁男，虚伪的点点滚。哎，里边有眼儿，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别吃，嗯，你就别吃了。我会让你死。点滚。啊？啥意思？浪费他十杆。用圣灵剑门亲手。回家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哎，这皮肤我以为死哥放大了呢。七个刀，他零个刀，刚才七个刀就七个刀呗。我不吃他也别吃，我吃到经验，他能吃到啥？我还吃人头，哎。七个刀就七个刀，他反超我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兵线过来了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插个眼儿的，上来打野过来。我如果不被铁男一，基本上是这福爷哥是不可能打死我的，我是不可能被抓死的。空线啊，趁黑出动。先把炮车补了，插眼插吧。一个兵你别吃啊。一个兵你也别吃。我让你玩铁男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最后一波卡住。不卡了，人儿没了，最后一波了，这是。不卡了，不打他，这波打他，我们掉的血太多了。
是吧？好。好。我们六级，他四级，看着吗？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差一点点，哎，差一点点呢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苦。他搁左边草丛里，可能没走啊。不过没关系。那你就别撕别人。哎，你往哪跑啊？你往上跑啊？那你可死了！你不出草丛还行，你出草丛你可必死。我走了，一个兵你也别撕。可恶，可恶的龙王，个老龙嘛。趁黑出动，这把别出盾弓了，我们看情况吧，这不一定。给我杀铁男，你这有人头不拿？哎，真的，这寡妇这中路拿人头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中路啊，那上路拿人头，那都是必杀的那铁男，是不跑来查眼来了？我操！这盾有点厚啊，盾稍微有点厚。给我来了一波复仇。但我们操作其实没啥问题，只不过盾确实是有点厚。小心点，来了老铁男。我闻到了黑空白线。在黑暗，所有东西。
回家了，放他一马。2100，我听见了，差点钱怎么办啊？这个炮车一定得补着啊，这炮车补不着我们钱不够。好，回家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要是一Q同时放，这波就打过了。那一Q同时放，那躲两个技能，那有病啊！他那E就不可能中。我觉得这维恩还是出盾攻好一点，省得太脆了。我们家也没有前排，没有人给我上去扛，我们扛。放不同的位置啊，你说他 E 放左边 ，Q 放右边，那我不动不就完了吗？后边后边，他 E 肯定不可能中，我让他中 Q 没有关系，他 E 不可能中的。中一个坑无所谓吗？你很喜欢干坑是吧？差一下。有一下点着那谁了，佛爷哥了，有一下。关键是最后一个扣没隐身。黑夜也会怕我。先杀佛爷哥呀，先杀佛爷哥。关键一开始目标不是铁男吗？那打一半打佛爷哥呀。趁黑出动。那这铁男都一脸上了，都一墙上了。见了无知的呼喊，没地方躲了。你看我打一半他给我关里头了，你是怎么整？我打一半龙王，这亚索为什么刚才不放大呀？来就来呗，无所谓嘛。来，他们家一烈士局来就来呗。你来了，这铁男能起得来吗？你喜欢来就来呗，浪费资源。
那中路塔都不要，往上路跑跑吧。又把中路破了，破完下路。黑夜也会怕我。我盾弓又让人打出来了，真惨呐、啊！回家破败2550。他玩铁男，我们就整个雷军，折磨他。哎呦，我这 ADC。可以，中推吧。寡妇怎么跑那儿去了呢？哎呀，差一下给我吹晕了，差一内内，1300，把多兰剑卖了吧，我们来个破败。投降。